八三版《西游记》几十年间播放了3000多次，而其中人物也随之爆红，经久不息。不管里面的主要角色唐僧、孙悟空、猪八戒也好，还是那些配角，过往阅历无不被网友们翻出个底朝天。而剧中那个放鱼的小唐僧，不晓得还有几人有印象？他如今资产上亿，还娶了一个《甄嬛传》爆红的妻子，放鱼小唐僧蔡远航。80年代出演《西游记》，小唐僧一直爆红。固然剧中露脸时间不多，可是那俊美的长相还是让观众记住了他。他还和另一童星金明在《婉君》里一同出演过剧中男女主角的少年时期，一个是十足的美少年，一个是典型的美少女，是分般配。在1998年出演了《网络里的爱情故事》，饰演一名商业人士，这也是他最后一部电视剧。最后选择了从商，并很快成为一名商界精英，先后担任全球最大的景观行业东方园林产业集团的总裁。蔡元航2007年经过相亲认识了一位美女，因饰演《甄嬛传》锦汐姑姑急速窜红的孙倩。关于这段感情，孙倩曾害臊暴露心声，称这个三好男友是相亲得来的。由于担忧本人的婚姻不能像父母那样美满，孙倩不只是恐婚族，第一次见到蔡元航也丝毫没来电。但下定决心非君不娶的蔡元航，在整整4年间用理论行动默默照顾维护着孙倩，并且无条件支持孙倩的演艺事业，做他背后的男人。蔡元航和孙倩结婚2012年3月，蔡元航在北京世贸天阶巨幕下破费百万，用最浪漫的方式向女友孙倩求婚。当时周边一切的 LED 屏幕都在播放他们曾经的达美煞时，而当时的孙倩是毫不知情被带进现场，直到蔡元航手捧玫瑰跪在他面前求婚。两人在2013年8月大婚，爱情长跑6年后走入婚姻的殿堂。蔡元航和孙倩网上两人的爱情结晶曾经降生了，微博成了炫子阵地了，小家伙长得机灵可爱。